欢迎收看手机游戏 Free Fire， 我是旭，我是雅思。今晚呢是 Free Fire 经典模式与刚回来的加油。没错，前阵子呢加油去忙了一段时间哦，所以比较少玩 Free Fire。然后他现在又回来玩了，那不知道有人知道加油是谁吗？应该有些人不知道，对不对？好，如果你是老观众铁粉的话，应该知道加油呢是之前女神联盟就是参加世界杯的那个战队的其中一个成员哦。那真真呢就是跟加油很好。然后后来也透过真真刚好认识到加油这样，然后就定期一起玩。后来他去忙了一段时间哦，所以没空玩 Free Fire， 他就好像是暂时退出女神联盟，还是就先退出了吧，不知道。然后他现在就是跟我组队来玩。那我们现在跳 B 大街，现在只有一把 A1873。哇 ，B 大街很多人哦。我们现在打多人模式啊，三人打多人模式。好，另外一个队友是加油找的、哦，这边有法马斯，让给队友好了。法马斯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因为我不太会用。再拿一组散弹枪子弹，附近好像有人要过来了。我在这样根本没办法帮助到队友啊，因为我只有近战枪支啊。近战枪支的话，这样根本没有用。我看能不能等敌人过来偷他。过来了，哇，炮枪，哇、哦、，A104。进去了 ，OK， 绿色的一把、欸，没关系，捡到我手上就变红色了 ，OK， 红宝熔岩，它这个绿色的虽然射程不错啦，但是说真的就是伤害还好，射程远但伤害不高的话，其实也没什么用。OK， 我们现在 B 大街应该是没人了，先搜一下吧，不然全部都散弹枪，又一把散弹。哦，等离子枪，好吧，没关系，就这样吧。好穷哦 ，B 大姐，填个包也没什么东西啊。你看，又是 A1873，到处都是 A1873的感觉。哦，有敌人，又有敌人了，要开战了吗？看一下。哎，有一只恐龙，好像没死，应该残血，丢手榴弹过去。太丢一颗了，等一下！哇，闪光弹！然后他会过来吗？哇，队友倒啊！救起来，救起来！人不见了，人去哪里了？哦，绿房。哇，跑掉！来，我换等离子枪。有点惨，来丢手榴弹进去。掉点那边两，他说两只是一只倒 ，OK， 来，哦，倒一，哦，全灭，可以，自由。是那个、哦、山上 L 那个木屋。哦，他说山上 L 房木屋还有一只是不是？没看到人，我先点个包好了。哎、欸，好穷，怎么只有散弹枪子弹？太穷了吧！这个包啊，还在是不是？我直接冲过去啊！加油 ，cover 我哦 ！L 房有一只，看到了，紫色衣服的，刀刀刀，开到一枪，把他灭了。看看有没有什么枪可以拿。等一下，楼上应该还有吧？哦，全灭了，看起来是全灭了。哎、欸，对，还有一只啊。他一直在哪里？哎、欸，没看到人，跑掉了吧？那我先去填 L 房的包好了。超穷哎、欸，超级穷！看一下有什么。哦 ，OK， 我们现在目前跑到了山顶哦。对，因为 B 大街人都杀光了，没什么人。有 A14、欸、有香菇哎、欸，吃一下香菇。哎、欸、哎、欸，狙击！哇，超痛！在那个，哎、欸、哎、欸，我后面。后面是有人啊！来来，我先进房子。有。哎哎哎，我进房子为什么还扣血？他这伤害延迟越来越严重了。我是房子里耶，你子弹是会穿墙是？穿凝胶就算了，穿墙太扯了。死了吗？他直接。哦，加油说他直接死啊！好吧，应该是没人了。那我先回去吧。OK 啦。没什么东西，超穷。
欸，嘉友也有去抽那个金币转蛋大奖，大家有去抽吗？我也有抽中啊，只是有点不太喜欢换，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本身比较不喜欢这种有点像女仆装的衣服啦，就是这种，它虽然有点看起来像制服，可是我觉得有点偏向女仆装，你知道吗？因为制服会比较素一点，制服的那个裙子啊。制服的裙子跟那个衣服通常不会是同样一种配色啊，我觉得不同配色比较好。下面车库有，我觉得学生服呢通常是上面白色，然后裙子是蓝色或粉红色会比较好看。哎，71，这焦点躲回去了，那超惨，超惨，好像倒了，就是对你加后30，我破凝胶了，哇，下去了，绕一下。有一只在石头。等一下哦，滑板过去。雅思帮忙架烟。他说雅思帮忙架枪吗？还是烟？我看一下。我看到了凝胶。老一。大神血，哎，后面有人。等下，什么东西？为什么有一个炸弹？那榴弹吗？那我先拉血哦。队友说倒二，有人在破我凝胶。他破凝胶了，来来往下拉。哎，可恶，残血没抬到枪，哎，要抬一枪，结果那个准心瞄太高了，对方大残血啊。我先拉一下血，两个都阿洛克技能。先拉一下。对，那个绿房有两只吧？感觉应该是两只。我 N14射速好快，来，我直接拉过去哦。反正我倒了，队友会救我，会帮我报仇啦，没差。过去了。你那边有没有补的？看一下。哎，那里好像没有。好，来了。好，没事。跟您说。打右边有人。OK， 倒。我绑这个。OK， 应该剩一只了。拉一下血啊、哦。还有了，好，没了，死了 ，OK， 全灭山顶，等一下包吧。刚刚你有吃午餐吗？他们在聊天，没有吃午餐吗？正在吃。在吃的。没电话响了吗？哎、欸，楼上有凝胶，好像有人。啊、哦，有人，就手弹上去。哦，进去了。有倒一还是倒二？不知道，射不到、欸。我要 GS50好了，等一下我瞄一下。哎、欸，瞄不到，到底有没有瞄到啊？等一下啊、哦。OK， 全灭。等一下，这林教练。挡路的凝胶，那我舔个包啊，有点穷啊我。OK， 哦，四级头哎、欸，还有维修箱，不错。OK， 平底锅，是该认真舔一下包了。我增长其实都还蛮穷的，我觉得。哦，手榴弹凝胶哎、欸，超多，手枪榴弹，就这样吧。那剩两个，我们真的是3-4啊，结果快吃鸡了，有没有？所以我觉得其实，哎，有人，哎，看不到，死了吗？好像死了，那剩一只啦。我觉得其实真的，不管是打团队突袭啊，还是经典多人双人，只要有队友的状态啊，是真的就是配到有默契的队友，会真的是很好打。那如果配到没有默契或者是一直黏着的队友，那可能就会很难打、啊。就可能你枪法再好，有没有？万一四个人敌方四个人的枪法跟你一样，可是你这边呢，只有你的枪法比较好，其他三个枪法都不好，然后甚至连默契都没有的状态下，那就会很惨。大家有没有感受过？就是可能哎、欸，你枪法真的不错，你已经杀了可能10几、20几个人啊，团队突袭，可是你队友通通零杀。那最后一只哎、欸、哦，赢了。可是你队友通通零杀，然后你还是输了。你击杀数虽然增长最高，可是呢，你还是输了。对，没办法。
好了，我们这一集影片到这里结束。如果大家喜欢影片，记得留下喜欢、订阅加旁边小铃铛开启通知。然后平日晚上六点发片，假日的话是早上九点。那暑假的话，早上九点也会发影片。记得使用订阅内容，不要用首页，因为首页你滑的我的影片通常都是旧的影片，甚至不会出现我的影片，就会错过最新影片。所以使用订阅内容，点选订阅内容检查我的影片。下集影片再见，各位拜拜。